徐四弟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你是要对八哥出手了吗？我本无意卷入你们的纷争，但是小薇现在身陷囹圄，我只能拼死一搏。十四，若你这次出手，可能我们之前为救小薇做的一切都要功亏一篑。就算要救小薇，我又怎能眼看八哥身陷危机而不顾呢？所以我只能赌，赌你这次不会出手。你如此有把握？我知道十四弟对八哥情深意重，这个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可不到最后，谁又能知道结果呢？还望重情重义的十四弟也能想想小薇。我们走。三爷怎么样了？这怎么可能有彩虹嘛？这天又没有下过雨，而且这就是块玻璃柱子嘛。哎，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，走开了，别挡我光。怎么样了？啊，十三爷真的有彩虹啊！小薇看到一定会明白的。一晓，你是想对我说，要怀抱希望，永不放弃，对吗？谢谢你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坚持下去，等待我们重聚的那一天。Lo que pienses tú mejor, dejen de hablar y busquen algo que hacer. Robocop, métele mano que lo voy a enseñar.